好，让我哋都预备好我哋嘅心，我哋一同嘅嚟到去敬拜神吓。咁啊，神俾我哋今天或者呢几日嘅时间咧，都系相当嘅好天吓。咁啊，冻咗一段时间啦，亦都落雨咗一段时间啦。咁神都慢慢又俾我哋一个好嘅天气。好，让我哋一同嘅站立，我哋预备我哋嘅心，预备我哋嘅口，我哋一同嘅嚟到唱呢首神大爱吓。大家都應該熟噶啦，如果唔熟咧都唔緊要嚇，跟住嗰、那個音樂嚟到唱，咁都讓我哋預備我哋嘅心，一同嘅嚟到敬拜神啊！神大愛嚇，好快就入噶啦嚇。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意识到这位的神他已经在圣殿里面，让我们一起来做颂唱，主在圣殿中。Thank you.
尊贵荣耀的神，我们多谢你今天你容让我们一同的相聚在你的面前，我们与你来到有一个约会，主，这个约会是关乎你，也是集中在你的身上。主，我们承认我们每一天我们都有很多烦扰的事务在我们的心头里面，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天行走这条人生路，实在会遇上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问题。神啊，人生路若果我们自己去行，我们会感觉到乏力，我们会迷失，我们会在当中有很多令到我们沮丧，令到我们是负上很多的重担的一种的感觉。但是主啊，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你让我们在人生路当中我们能够有你的陪伴，因为你应承过你是那位与我们同在的神。虽然我们知道人生路要面对很多的问题，很多我们自己不能够去解决的事情，但是主，你应许过你是与我们同行的神，无论是什么境况，主你都会拖带着我们，因为你是一位眷顾我们爱我们的神。让我们找紧主你这一份这样的应许，如果主你是不变的神，你的应许不变，你的爱不变，你的能力不变，我们就可以全心全意的来去投靠你。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到无助，但当我们想起主你是那位为我们舍身，为我们流血，为我们付出生命的代价来去拯救我们的神的时候，主啊，我们就知道没什么好处你不会给过我们。多谢你，因为你活在我们的心里面，你又带领我们走这条人生的路，让我们一生能够抬头仰望你的时候，我们就有力量的来到向前，来到奔跑。多谢你今天将我们 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可以一同的来到敬拜你。求主你给我们一个很清心的灵，一个很安静的灵，我们在你面前向你敬拜，向你等候，你的话语，你的恩典丰丰富富的来到临到我们身上，让我们享受这一段与你相会的时间。我们诚心的祷告交托感恩，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到公读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好，各位请坐。好，让我们都预备我们的心，我们的口，我们一同又再唱另外一首的诗歌，陶造我生命。我们的生命在这个世间很容易被这个世界来到很多东西污染我们，给我们活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杂质，也都我们需要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生命是更加学像即耶稣佢嘅生命，佢系一个好干净、好圣洁、好美丽嘅一种嘅生命，让我哋一齐嘅嚟到学习佢，陶造我生命系一个祷告，求神咧让我哋嘅生命能够活出主嘅样式。好，我哋一齐唱呢首比较静啲嘅诗歌吓。
你同嘅站立，我哋一齐嚟攻读《使徒信经》。我信神，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主耶稣基督，神独生子，由童贞女玛利亚受圣灵感孕而生，在本丢比拉多受下受难，被钉十架，受死埋葬，降到阴间，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神的右边，将必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好，各位请坐。感谢神俾我哋今天可以一同嘅有生命气息，有机会嚟到去敬拜佢，让我哋用心灵诚实嚟到咧去亲近敬拜我哋嘅神。我哋进入到呢一个嘅人生嘅目标，就系、是、神咧佢欢喜我哋嚟到咧去欣然嘅去接受佢所俾我哋嘅任命。意思即系话神咧，佢好希望我哋能够喺人生嘅里面咧去侍奉佢。而且神咧唔单止要我哋去侍奉佢，佢更加咧喺我哋生命嘅里面嚟到咧去隐藏或者塑造咗我哋每一个人有好独特嘅特色，以致咧我哋能够有力量，有呢一个嘅恩赐嚟到咧去侍奉佢，嚟到服侍人。今日咧，我哋会嚟到思想一个嘅主题咧，就系、是、我哋要好好嘅嚟到让神咧嚟到咧去使用我哋而且咧系使用神咧俾过你同埋我嘅一切啊。咁咧今日所选用嘅经文咧就系、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五节，我们既奇妙地被造，各有所长，在基督里成为一体，让我们勇往直向前，做我们被造去做的事。丹麦呢有一句的言语呢是非常的有意思，他说你的生命是神赐给你的礼物，你怎样使用你的生命是你献给神的礼物。总意就是说呢，神呢是配得你将最好的你都献过给他。神塑造你和我有一个目的，他期待呢你将恩赐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不愿意呢你羡慕你所冇的才能，或者呢为此呢而产生呢一些的妒忌，因为人家有你冇而呢有妒忌。神呢是要你专注在你所拥有或者是神所给你的才干里面呢，好好的来到呢去使用神所给你的才干。当你尝试不依照神的模造呢你的方式来到去侍奉他的时候就好像呢夹硬将一条的方木一条呢方形的木柱呢是塞在一个圆形 的窿里面，不单止会令到你呢感觉到沮丧效果呢亦都呢是好有限更加呢白费了你的时间、天分和你的精力。使用你的生命呢最好的模式呢就是用神所赐给你那种的特色去侍奉他。要这样做呢你就必须呢你到去发掘自己的特色，学习去接受并且呢去享受他。从而呢你到呢发挥 你所长的神所给你的长处。所以呢第一点我们想来到探讨的呢就是呢发掘你的特色。我们上个一两次呢都有提及到呢神呢是塑造我们的时候是已经储备了呢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定的特色，就是这个 shape,S-H-A-P-E。这里呢是代表了呢
我哋生命嘅裏面咧有五種神所俾過我哋嘅一啲嘅特色嚇。聖經佢話唔好作糊塗人，要明白主要你做什麼，並去做出來。唔好咧浪費你嘅光陰。嗱，現今咧就開始發掘咧神俾你嘅才幹同埋要你所做嘅事。首先我們要從什麼呢？從評估呢你的恩賜和才幹來開始，好好呢來到花時間呢很誠實的來到去檢討自己做得好和做得不好的事。保羅他這樣建議一下，試試呢理智地呢去估計你的才能，列出一些清單，然後咧徵求咧別人嘅意見，喺當中咧去揾出一啲嘅事實，唔係喺度咧我哋所謂咧沽名釣譽嚇。嗱，屬靈嘅恩賜咧同埋天賦才能咧，往往咧係需要其他嘅人咧嚟到加以認定。假若咧你認為自己有教導或者咧歌唱嘅恩賜，他是發現到呢沒有人呢是同意的。咁你估你的效果或者你的結果會怎樣呢？你若果知道呢是否有領導的恩賜呢，可能呢只是看一看呢有沒有人呢是跟從你，或者呢是歡喜來到呢去接近你，等等。這些這樣的現象呢，你就知道呢你有冇呢一種所謂領袖嘅恩賜或者才幹嚇？試一試問一下自己咧，喺我身上邊有邊一啲屬靈嘅果子咧，係別人係肯定嘅咧？喺我某一方面咧係做得成功嘅咧？屬靈嘅恩賜嘅測驗咧，同埋才能嘅評估咧，有兩種嘅方法咧係。都是有些價值的，但是呢用處呢可能呢都是很有限。首先呢兩者呢都是比較公式化的一種的測驗，是沒有考慮到呢個別的獨特性。其次呢就是聖經呢並沒有給屬靈的恩賜呢落一些的定義，因此呢所有的定義呢都是比較主觀的。通常帶有宗派的偏見。另一個問題呢就是你越成熟就越表現得呢有似有很多恩賜的特點。你可以呢因著成熟呢而從事各樣的侍奉啦、教導啦、或者呢慷慨奉獻等等，而並非是出於呢屬靈的恩賜的。發掘恩賜和才能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在不同的崗位上面呢來到去侍奉，以此來到呢去試驗。其實呢我小時候呢都曾經呢在很多的這些這樣的恩賜啊、才能的測驗上面呢即是做過這些這樣的測驗的一些的課本。但咧，佢係唔知道咧，自己咧有冇教導嘅恩賜，因為咧我從來咧係冇做過嘅。只有咧喺我開始接受或者講道啊，或者咧係一啲嘅訓練嘅機會嘅時候咧，我就開始咧睇到有一啲嘅果效啦，或者咧自己嘅興趣啊，自己嘅即係一啲嘅意願啊等等嚇，並且咧。當我接受別人的認定的時候呢我就明白到呢我可能呢就是擁有這方面的恩賜。很多書呢都將恩賜發掘的程序呢本末倒置。很多的書呢都會說你先呢發掘了你的屬靈的恩賜，然後呢你就知道呢你的侍奉的崗位在哪裡。但事實上呢那個情況呢是往往相反的。只要呢你開始服侍或者呢參與侍奉呢，在不同的事工上面呢不斷地來到去嘗試，你就會發現到呢自己的恩賜
喺邊一度？因為咧，你做過，你試過咧，啊，你就會體驗到咧，自己喺邊一方面咧係更加容易去掌握，或者咧更加有果效。除非你實際咧係投入咗侍奉，否則咧你係唔會真正嘅知道咧自己嘅長處，同埋咧自己嘅恩賜喺邊一度。由於咧你從來冇嘗試過去做咧。有好多隱藏嘅才能啊，因此咧係你唔知道嘅。因此咧，我鼓勵你咧去做一啲你從來未人做過嘅事。啊，無論咧你嘅年紀有幾大咧，啊，我都喺度咧鼓勵你唔好停止去嘗試下。我都見過有啲嘅人咧，佢年紀都七八十歲啦嚇。嗰陣時咧就發現到自己嘅潛能。我都。認識咧有一啲比較年紀長嘅嚇，即係有啲成或者九十歲嘅女士咧，都曾經咧係喺呢個嘅長跑嘅比賽嘅裏邊咧係攞得冠軍嚇。咁咧佢其實咧都係喺七八十歲嘅時候咧啊，先至發現到咧自己咧歡喜跑步嚇，而且咧自己有好好嘅氣力咧嚟到跑步。啊，鍾美曾有志願咧嚟到投入服侍之先咧，唔好嘗試想揾出你自己嘅恩賜啊！只要咧你開始服侍，開始參與咧，藉住你嘅投身嘅事工嚟到咧去發掘你嘅恩賜，嘗試咧教導啦、組織啦，或者領導，或者咧演奏樂器啊。或者參與一啲嘅青少年事工啊等等嚇，如果你唔嘗試咧，你永遠唔會知道咧你嘅擅長係啲咩嘢。若果唔成功咧，就當作係一種嘅試驗咯嚇，而唔係失敗。最終咧，你都會知道咧自己嘅專長咧係喺邊一度。好啦，另一方面咧，我哋要考慮嗰個興趣同埋咧嗰個個性嘅問題啦。保罗咧，佢建议佢话：细心探讨你是谁啊，你系边个，同埋咧你所受托嘅工作，然后咧投身去做，聆听你嘅朋友嘅意见咧系好有帮助。你亦都可以问自己我最享受嘅系做啲咩事情呢做啲咩事咧令到我系充满咗活力甚至咧忘记咗时间添。我喜歡規律咧，總定係咧係變化多端嘅工作咧。嗱，我喜歡咧團隊嘅合作，亦或咧我係歡喜咧單獨嘅侍奉咧。我係屬於內向型咧，亦或外向型咧。我係思想型咧，亦或咧係感性型咧。我喜歡增敬咧，亦或咧係喜歡合作咧。咁咧就所以咧要開始咧嚟做測驗咧你嘅經歷。並且咧係吸取咧一啲嘅教訓，回顧你嘅一生，諗諗神咧點樣塑造你。摩西對以色列人講：記得從你們經歷神中所學到關於主的一切事。遺忘咗嘅經歷咧係毫無價值嘅。呢個咧就係我哋所謂咧能夠寫。这個靈修日記 的好處保羅咧擔心加拉太的信徒咧會浪費他哋所經歷過的痛苦啊、困難啊等等。他話：你們以往一切的經驗是徒然的嗎？我希望不至於如此。在痛苦啊、失敗啊、困惑當中咧，我哋好少睇到神的美意嘅。但当耶稣咧为彼得洗脚嘅时候咧，佢话：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只有咧事过情迁嘅时候咧，我哋咧先至能够领会到咧神容许呢一啲唔如意嘅事情发生咧，佢本意咧系美好嘅。从经验中嚟到吸取教训咧，系需要时间。我建議你用一個週末的時間好好地來到做一個生命反省的一個靜修的一個
一種嘅經歷嚇。停下嚟睇睇神咧喺你生命當中嘅作為，思想佢可以點樣使用嗰啲嘅人嘅人生功課咧嚟到去幫助別人。有好多資料咧可以幫助你咁樣做嘅。好啦，跟住咧我哋會講講咧呢一個嘅重點咧，就係咧要接受並且咧享受你嘅特色。神既然咧知道咧你乜嘢嘢係最適合你嘅，神咧好清楚知道嘅，所以咧你當咧存一個感恩嘅心咧嚟到接受神俾你嘅安排。聖經佢話：你這個人有何權利竟敢盤問神？有些人會質問神，為什麼我這樣的？為什麼神又讓我這樣的？他說，一個瓦器怎能對陶像說，你為什麼把我做成這個樣子呢？陶像畢竟有權將那些泥土做成他所喜愛的器皿。神以他的主權決定你的特色，為要成就他的旨意。所以你不應該對此來到是有一種的怨憤或者抗拒。與其是嘗試重塑自己模仿別人要為神單獨給你的特色而感覺到是歡喜。我們每一個人都按照基督所分發的領受特別的恩賜。接受自己的特色呢，是認同自己的限制。世界上呢，沒有人呢，是萬事俱能的。神呢，亦都不會要人呢，凡什麼事都做。我們都有自己的特定的角色。保羅呢，明白自己被召，不是要完成呢，所有的事，或者呢，要取悅所有的人，而是專心的，在神所塑造他要他所做的事工上面呢来到去努力。他说，我们的目标是要坚守在神的计划界限之内。所以呢，如果神呢给你拥有的，你就好好的来到去发挥神所给你的才能。你所没有的呢，也都不要介意，也都不要愤怒，也都不要妒忌、羨慕等等，這些這樣的負面的感覺。界限呢，就是神呢分給我們每一個人呢所謂那個侍奉的範圍。你的特色決定了你的專長。當我們侍奉來到給神就是去使用我們這個的特色的時候呢，我們會感覺到一種的快慰。但相反，如果我們越過這個這樣的界限，我們想做一些不是神所給過我們的長處的時候，我們會感覺到很多的壓力。正如是運動員被安排在不同的跑道的時候，我們也都要堅忍的來到去奔跑我們自己面前的路程。我們也都不需要來到去左顧右盼，為什麼人家跑得那麼快，人家做得那麼好，不需要，因為神所給你的就是神要你在你所安排的、所指定的那個角色和時空上面來到好好的來到中心。不要妒忌旁邊的人他跑得快，跑得更加好，只要專注是完成你自己的賽程就可以了。神要我們享受祂所賜給我們的特色。聖經說，做你應該做的事，這樣你可以因你做成美好的工作而感到滿足，不用與人作比較。這個真的很重要，因為我們一比較的時候，我們就會出問題。這個在加拉太書第六章第四節，撒旦會用盡很多的方法奪去我們侍奉的喜樂。他會引誘你去與其他的人比較，或者改變事工去順應別人的期望。
兩者咧都係令到我哋咧係分心，甚至咧係陷於呢一個嘅自明嘅。當你咧發覺失去侍奉嘅喜樂嘅時候咧，呢兩種嘅試探咧，可能咧就係其中咧嘅原因所在。聖經咧警戒我哋切勿與人比較，佢話盡力做好你的工作，這樣你可以引以為榮，不要與人比較。加拉太書六章第四節，切勿咧與人與人在特色上面啊，事工啊，果效上面咧嚟到比較啊，咁咧有兩個原因喺度。第一咧，你永遠可以找到咧比你更能幹嘅人啊，你就會咧感覺到咧非常嘅灰心，或者咧你總係會找到咧比你冇果效嘅人嚇，咁咧你就會喺當中咧係產生驕傲同埋自滿。这两种的态度呢都会令到你呢离开侍奉的岗位，夺去了你的喜乐的。保罗他说与人比较是愚蠢的。他说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自全的人同列相比。他们用自己量度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乃是不智的。意思即是说呢，在这一切的比较句里面去评分啊，去增进呢，所有这些的东西呢都会令到呢我们呢是失脚的。你会发现到呢不了解你事工特色的人呢会批评你，试图呢要你符合他们认为你应该做的。不要理会他们。保罗咧常常咧面对一啲嘅误会，重伤佢侍奉嘅呢啲咁样嘅批评，佢嘅回应咧总系一样，避免比较，不作夸大言语，只寻求咧神嘅赞赏。保罗咧被神大大使用嘅原因之一咧，就系佢拒绝被批评，与别人嘅事工咧嚟到比较，无谓嘅增进。爭辯等等下都會令到我哋咧係分心正如咧本人約翰呢個莊賓人所講嘅，假如我的生命不結果子，誰讚賞我都不重要；假如我的生命多結果子，誰批評我也不重要。真係咧非常之好嘅一個我哋行事為人嘅一個好嘅準則。好啦，以下咧就会讲到咧，我哋必须咧要持续同埋发展咧，你自己嘅特色。耶稣咧喺论及呢一个才干嘅比喻嘅时候咧，佢都讲明神咧期待我哋咧系尽量发挥恩赐，因此咧我哋要好好嘅嚟到培养自己嘅恩赐同埋才干，保持咧心里边咧系火热喺。品格同埋咧個性上面咧，你要成長啊，擴闊我哋嘅經歷，以至咧我哋嘅侍奉咧係更加有果效。保羅對腓立比嘅信徒話：在知識與悟性上日益增長。佢又提醒提摩太，佢話要挑旺神所賜給你的恩賜。如果你唔操練你嘅身體咧，你嘅肌肉咧就會。武力啦，同埋咧開始會萎縮嘅。同樣，如果咧你唔使用神所賜俾你嘅才幹同埋咧技能嘅時候，佢哋會失去嘅。耶穌曾經用才幹嘅比喻咧嚟到強調呢一個咁樣嘅真理嚇。那個主人咧，佢對嗰個唔善用嗰1,200銀子嘅仆人講：奪去奪過他這1,000來。給那有10,000的，如果你不善用神所給你 的才能啊等等，你就會失去。若果你妥善的來使用，神會加倍的來去賜予給你。保羅對提摩太說，要善用神給你的才能，要殷勤去作。
无论你有啲咩嘅恩赐，藉住实践就能够扩大发展。例如，冇人能够拥有完全成熟嘅教学恩赐，但系咧，经过学习、检讨、实习等等咧，一名好嘅教师咧就会变得更加嘅好。假以时日咧，佢甚至咧会成为一个嘅大师吓，唔好安于即系我哋喺度发展紧嘅一啲嘅恩赐，要竭力嘅进取学习。正如圣经讲过咧，你当竭力为神摆上最好的，作无愧的工人，把握咧每一个训练嘅机会，发展咧你嘅特色，磨练咧你嘅侍奉嘅技能。有朝一日咧喺天堂咧，我哋都将会永远嚟到去侍奉神。如今咧，我哋喺地上边为永恒嘅事业咧嚟到作好准备。正如咧运动选手准备咧参加奥林匹克嘅竞赛嘅时候咧，我哋咧系要继续不断嘅喺嗰个大日子为嗰个嘅日子咧而嚟到受训。佢哋咁样做咧，不过咧系。是得到这些所谓能怀的冠冕，我们却要得着不朽的冠冕。我们正是要为这个永恒的任务和奖赏作出我们最好的准备，让我们好好地来到开放我们自己去发掘我们的恩赐，就有机会可以参与事工，参与这一些侍奉的时候呢，我希望大家呢都可以给自己一个机会，让你可以在当中的尝试好，然后呢你慢慢去投入，可能呢你会发现到呢原来你的潜质里面呢是能够做这些特别或者呢咁美好的事工来到呢去荣耀神。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主的里面不断地来到开阔我们这个的潜能，发挥神所给我们那份的恩赐才干，来到去荣耀神，来到去建立神的家，神的教会。愿神祝福你，也都让你的生命能够好好地来到去为神，来到接受神所给你的任命。然后我们有长津团契的弟兄姊妹为我们来献唱他们今天所唱的首诗歌的名字，叫《你是知己》，神主耶稣是我们的知己。
我哋一齐唱赞美诗。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